用啦，你们留给你们去买你们想要的紫皮金皮呀、啊。哎呦，小丑可以耶 ，nice。也还不会算到皮断腿吧，就，看着钱直接跑来跑去的，靠北是有多怕监管者哦，这个。要被我断了！哦，哇、哦，吓到我了哦！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哎呦呦，差点被震碎哦！哎呦！他闪现已经没了，你不要秒倒了。好的，修这边好了。这边总有一台机吧？果然是有的。好嘞，这么怎么给我吃？咖啡。呀，好密码机了，哦 ，nice 啊，耶、yeah, ，这局漂亮。小丑那个震慑没打到，真的是亏到哭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刚才小丑应该在装那个推进器的时候，那边敲键盘，有没有？嘿嘿嘿嘿，干嘛？哎，干，磁铁丢过头了，怎么丢出去外面了？他恨我，他恨我，他恨我。他恨我，他真的恨我哎、欸，这个。干！我刚才磁铁丢到他后面去了啦，靠边！啊干！放下！你为什么要挂那里？这跟脚本写的不一样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在这边修机哦，不要来打我，我跟你说。这个磁铁，五五，哇！干你 bitch！ 干他就是要挂我，靠背！生气气啊你这个生气气。对啊，是锤发泄的啊，你没看那个医生已经在那边抖了，抖成那样子了。所以他本来就要继续抓先知才赢，他挂我就等于说给机会，你知道吗？他根本就是已经
生气耶，你知道吗？我好像修的有点慢，我修好了，修好了，修好了。来呀、啊，捶我啊！你不捶是不是？嘿嘿嘿，谁不捶啊你？你这边压在压你。想要贴我，傻逼！刚才真的笑死，他刚才想要用那个推进器锤下去之后，然后开电加速，还要闪现镰刀我，你知道吗？然后直接把他推去撞墙。现在什么状况？我的 fuck！ 来啊！啊！气死你！